跟你那马忠叔叔亲热完了，叔叔，叔叔，哎呦，好肉麻！哎呀，酸死了，酸死了！知道没有？不过，你再怎么跟人家套近乎拍马屁也没有用，人家根本就不拿你当自己人。可是我把你当成自己人哎。废话。 跟你讲啊，我叔父满洲回国了。要不想想，人家又有钱又帅的，天天在我妈面前晃悠，我妈能不动心吗？只有让他走，你才有机会。人家听你的呀，信不信由你。 哎，我就是不明白嘞，你怎么突然一下子变得对我好起来了？哎，好的，我好紧张哎。那你就甭明白了。只要我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出来帮我一把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哼，你的话呀，让我听着不靠谱。等他回国了，你就觉得靠谱了。 为什么突然要走？是害怕了，还是……不是，我已经找过周律师了。离婚的事情，还是委托律师比较好。啊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立刻飞回来，好吗？要不，我还是别走了，干脆留下来陪你吧。 既然决定了，就走吧。放心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简历，我会等你的。 马中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还是把我忘了吧。你看，你看我老是给你带来麻烦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简历，千万别灰心。
对于我们来说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，而时间对于我，就是等待。我会永远等下去的。啊，马周啊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也许是我哥哥放心不下你，在阴间托了梦，叫我照顾你吧。那个骚男人闻你头发了，师傅，停车，我要下车。说什么呢？车怎么能下？到站再下。听见了吗？来不及了，要下车，咱们也得等到下一站。要想离婚啊，今生今世是不要想了，等下辈子吧。刚才还在别的男人怀里哭过，是吧？小情郎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一点战斗力都没有，被我这么一闹就吓回去了。这样他怎么娶你啊？啊？白文明，你让人恶心。吼吼！说明你对我还有感觉，没有感觉怎么会恶心呢？哎呀，刚才哭的呀。好伤心啊！哦呦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动情之极啊！精彩精彩！哎，鼓掌鼓掌！海文明，你别把我逼急了，我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不，你做做看，我就是想知道你怎么做。哎，一个大男人有没有完的？就是，真烦。离就离吧，这样的日子也真是没法过了。但是他说他死活不跟我离。我一直以为文明这人还是不坏的，就是太小心眼儿，对你疑神疑鬼的。可从另外一方面说，他还是挺喜欢你的。爸，你到底是……我不也是挺矛盾吗？爸，我觉得他要不是男人，这日子吧还能过。但是现在真的挺可怕的。你说他对马忠说话那个态度，尖酸刻薄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。别担心，我再找时间跟他说说。爸，哎呀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让你为我担心。只要你好了，爸爸就不担心了。爸，这是……没事没事。租的房子也不告诉我一声。我是不是钻进地缝你也能找着我？顾客，我爱你，你不要抛弃我。你跑到学校去闹，我因此而退学了。
这就是你爱我。圆圆，我不了解你啊。我没有闹，我说我怀孕那是事实啊。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为什么要弄得满城风雨？那我也是被你逼的。我逼的？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还正常吗？你为什么总是把我想得这么阴暗呢？好，既然有了孩子，那我跟你结婚，好吧？你心里是不是一千个不愿意？对，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，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你这种女孩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人去爱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？我没办法，因为我要对孩子负责任。这么说，不是因为我，你一点点都不爱我吗？圆圆，孩子我一定会负责任，但是你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一点点都不爱。好。我一定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而且我要这个孩子一落地就没有父亲，我要让你一辈子见不到这个孩子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家吗？他们都不在。你先坐一会儿吧。小丹搬出去了，和你妈住到我那儿去了，我也只能住福利院了。哎呀，你们呐，还不都是艾文明，他看不惯妈妈，小丹就跟着一块受罪。要不是我怀孕，他连我一块都赶出去了。你真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功课他同意吗？孩子在我肚子里，我想生就生。圆圆，外公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看你妈为了把你们带大多辛苦啊！生孩子不是生下来就没事了，得喂得养得负责任。可你看看你自己，还是个孩子呢，外公能害你吗？趁着现在肚子里孩子还小，做人就算了，时间还长着呢，有你当妈的时候。外公，你不会是功课派来的吧？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。外公，你喝茶吧，我给你倒茶去。哎，别等他了，我刚才给艾文明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他跟小赵叔叔喝酒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你没跟他说我在这儿等他？我说了。那他没说赶回来？没说。谁知道他什么意思呀？他还说让你爱等多久就等多久，随便。这个人真是。外公，要么你劝劝妈妈，让她跟艾文明离婚算了。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。不是，你知道这艾文明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一个人最可怕的时候就是无所顾忌的时候，这狗急了还跳墙了，更何况人呢？那你算了，这事儿跟我也没关系，我在这瞎操什么心啊？哎，你妈那事怎么跟你没关系？医生说一切正常，
就是不告诉我是男的女的，要不然我们就知道生儿子还是生女儿了。听说你要找工作了？要找个好工作，将来要养孩子呢。有没有想给孩子起什么名字？男的叫什么，女的叫什么？你总点多背点吧。你说话呀，我这对牛弹琴呢。我找着工作了，在一家公司里打杂。打杂？你别忘了你是研究生啊。被勒令退学的研究生。你恨我也好，气我也好，反正已经这样了，反正你是孩子他爹，你就得负责任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负责任。这么说，你是真心要娶我了？我不想让孩子出生没有父亲。不觉得委屈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可是怀着孕呢，别说让我不高兴的话。还想着简小丹呢吧？圆圆，你总这样尖酸刻薄的说话，你快乐吗？不快乐。不快乐，你为什么总这样说话？因为我想让你也不快乐。我送你回家吧。哎，你现在绝对不能喝酒。你做的很好哦，就跟老头子说我不在，要我离婚，凭什么？我这辈子差不多什么都给了简历了，离婚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就不要离婚。可是万一妈妈铁定了要跟你离婚，你怎么办？我可是听说她请了律师。要是上了法庭，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我找法院去。哎，我现在是残疾人呢，想要抛弃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不让我过得舒坦，我也不让他过得清爽。所以啊，我今天骗外公说你喝酒去了。我的外公，切，那叫一偏心眼儿，对小丹那叫一好，我还不知道他，不就嫌我是捡来的吗？这家里，人人都嫌我是捡来的，我心里太明白，我恨死他，恨死了。哎，我们两个可是同一战线。当然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外公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圆圆，看好外公，我去打电话。外公，外公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
外公值几天班？哦，你来找我有事儿？我要走了，我来给你告别。你要去哪儿？我现在也不知道，不过我会给你写信的。要去很远的地方吗？为什么？有的时候， 逃避可能是唯一的办法。那圆圆和孩子呢？他们怎么办？小丹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请你帮我看看孩子好吗？对不起，我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，也没有任何的选择，我实在不想和圆圆再在一起了。 他现在想拿孩子拉着我，我受不了。可我又确实很牵挂孩子，所以我想请你答应我，帮我看看孩子。那好吧，我答应你。 小丹，你吓了我一跳，心里没鬼，你怕什么？我看见你们两个拥抱了。你看见就看见了，还来问我干什么？抱着别人的男人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们两个说什么？圆圆，你跟他之间的事儿是你们的事儿。 知道就不应该横插一杠。你硬要这样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老大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看见你们两个拥抱的时候，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？我感觉
就像谁在我的心口上狠狠扎了一刀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世界上那么多男人，你干嘛非得跟我抢一个？你明明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你还要这样做，你是不是太故意了？你不仁，你别怪我不义。我会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你爱的男人痛苦，我会让你们两个都痛苦。你等着吧，我一定会把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，然后我就把……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对孩子怎么样？外公走了，我一直缓不过劲儿来。我辞去了影楼的工作，为了生活，我干了许多临时工作。检查好了，哎，挺好的，胎儿发育正常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孩子。大夫，我想求您一件事儿。说吧。等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可不可以给别人领养？我还没结婚呢。你叫刘小小。对，大夫，求求您，您就帮帮我吧，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能这样做，拜托您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圆圆留下话，说她出去旅行去了。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等一下。哎，
我听说你请了律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吃饱了撑的，要别人来管我们的闲事。我们既然过不到一块儿，干嘛要硬凑在一起啊？有什么意思？有意思，当然有意思。我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了那么多年，你身上有几颗痣，有几道疤，我是一清二楚啊，怎么会没意思呢？哎，可是我不，我知道你想说你不爱我，没关系，我爱你。你要是爱我的话，就应该为我想想。我知道你打什么算盘，你现在心里头一定还在嘀嘀咕咕惦记着那个美国鬼子，对不对？没有用，我就是不离婚。所以我找了律师。哼，找律师？你找检察院、找法院都没有用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残疾人，我受法律保护，找律师、找谁都没有用。我就是不离婚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就是不想离婚。我想拖死你，我赖死你。你怎么了，徐曼？廖中秋，哎呀，好朋友！哎呀，你那天来电话让我特意来，我们20年没见面了吧？嗯，让我快好好看看，非常优雅。气质独特，美丽端庄的。行了，别把好听的词儿都往我身上堆。老了？不老，我才老了呢。哎，对了，看孩子去。好啊。哎，徐曼，我好像跟这个孩子有缘分呢。我还没有见到他，就已经开始激动了，真的。看孩子去。好。喜，听起来好像叫开心，就是想让自己开心一点吧。徐曼，嗯，以后别再叫我老名字了，我早就从户籍上改掉了这个名字。开喜，谢谢。不过我总觉得挺别扭的。来，徐曼。自己吃啊。嗯，你现在还是一个人？当然。你这么年轻漂亮，就没有一个好男人可嫁的？不说这个吧，说说这个婴儿吧。好，这个婴儿的母亲呢叫刘小小，生完孩子2天呢，一年前啊，你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要领养孩子，我就留意了。这孩子的母亲生下孩子以后呢，这孩子我一直照顾着。孩子虽然是个早产儿，但各方面都非常的正常。我会带你到民政局去办理领养手续的。拜托你了，徐曼。这位女士，麻烦你把耳环摘一下，拍证件照是不可以戴首饰的。啊。谢谢啊。对不起啊。喂，徐曼，我在拍照片呢。回国办很多文件都要用的，啊。我住在索菲特酒店，挺方便的呀。怎么能住你家呢？不用。好，谢谢啊，再见，嗯。对不起啊，可以来了吧？
好，来。哎，好，微笑。凯西小姐，有事吗？那边有位先生在找您。哦，谢谢啊。先生，你找我吗？你好，我是给你拍证件照的摄影师，我叫艾文明。哦，有事儿吗？哦，你看看。这是你的吧？哎呀，太不好意思让你费心了，谢谢啊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谢谢啊。艾先生，这个一点小意思，这拿着。哎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这个很正常啊。我不是为了这个才来的，客人掉了东西，我们送来是应该的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艾先生，来，艾先生，请吧。凯西小姐，不怕您笑，我还从来没有单独的和一位女性在这么好的餐厅里吃过饭。艾先生，谢谢你陪我。我明天就要回香港，但是我会很快就会再回来。哦，到时候我再请你。萍水相逢，也是一种缘分嘛。啊，是，您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话，您尽管开口，不用客气。看得出来，艾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。是是是。来，我敬你。妈妈，云玉，妈妈，云玉。怎么在这儿啊，云玉？起来，云玉，哎，云玉，云玉，你在哪儿流的产？为什么不住院？你跑哪儿去了？你说话呀！妈，妈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顾客他不要我了，我上乡下去找他，然后我就在那儿流产了。怎么会呢？孩子都七八个月了，怎么会死呢？大出血，孩子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。妈，我没当一天妈妈，我都怀孕七八个月了。孩子，没关系的，这次孩子没了，以后还可以要。你还年轻。是雪，也没有人管我。我害怕妈妈，我真的好害怕。你为什么不来找妈呢？妈妈是过来人，妈妈可以帮你啊。妈妈，我怕见你。
是啊，我一直想说，我觉得妈迟早要跟你说的。妈，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要说我和姐姐是你一胎所生，但是差距怎么就这么大？我要说的不是这个。妈妈，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，我知道我做了很多对不起姐姐的事，我知道错了。妈妈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云云，不要这样。云云啊，你和小丹就是我的手心手背。妈，妈妈，你相信我了。妈，这么说，我的孩子已经被别人收养了。对。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，我和功课老师要结婚了。小丹啊，小丹，你说我怎么说你好？我不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他们俩的关系没有搞清楚之前，你就不要在那找麻烦了。干什么？我是你老公。